了。顶的那个，顶的帽子，哎，插牌子那个。嗯，对了，开始计时啦。嗯，慢啲啊，冇咁快。啊，嗯，开始啦。好，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恒温台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嗯，恒温台的背后是个电开关，嗯、按的电开关以后，恒温台通电，这是关的状态。嗯，这是开的状态。嗯，然后正面有两个表，嗯、一个是。实际温度表，另外一个就是设定温度。嗯。啊，这两个表的话呢，我们主要来说，设定好了预定的温度以后，通过看这个实际温度，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工作这个平台的温度达到哪里。一般我们设定温度在250度左右就可以了。嗯。然后设定这个温度呢，这下面有两个按键，这两个按键。是调节的温度高低的，通过按键可以做一个微调，是吧？温度多少可以通过这个来调节。然后这一边一个按键，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小数点的移位。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键，移到合适的位置了，是吧？移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我们只要通过这个另外一个按键来按一下就可以达到这个设定和目的。你可以试一下设定的嘛，以下的最近啊加减啊。嗯。加减。嗯。移到嗰个个位十位啊，加减啊。嗯。嗯。就提供250。就揸下呢啲板，一张一张介绍下。啊。通过呢啲行运台可以拆新拆嗰啲。邏輯板的 IC 啦，電源 IC 啦，同埋GIC 啦嗰啲，同埋換燈枝啦呢啲，同埋接口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啊嘛。呢個 VGA 嘅喎，啱啱。嗰啲唔使你嘅，你到時候可以換其他芯片啦。你咁忙，你就睇住佢忙咩啊？係啊。啊。你叫佢入埋喺度坐。一張一張揸起佢哋，可以收呢啲板。这个恒温台啊，到没有？嗯。啊，这个恒温台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个 IC 的更换，嗯，是吧？各种的那个火机板、偏板，还有那些主板之类的接口更换，嗯，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恒温台，嗯，是吧？然后所有的灯条、灯柱的更换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恒温台来达到这个更换目的的。嗯。咪好似換燈條咯，燈柱。啲係嘛？啊！所以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灯珠的一个更换。放上去这个恒温台以后呢，大概等30秒左右就可以。把这灯柱给取下来。放翻好啲，你咁样放翻唔方便咩？咁都得嘅，都冇问题。嗯，好操作。好啦。嗯。灯珠可以取下来了，放冇放咁远。
放远都睇唔到啊嘛。放喺度。攞落嗰個。你放咗上去先放心片。嗯。放咗上行嘅台先放心片。佢會唔會快嘅鏡用啊？你咁樣點樣得出高亮視頻咧？就咁樣。就先呢個先。肯定啦。先放上去先。你放喺度做咩？換咗喺邊度？其他嗰啲，再試下呢啲。我啱啱啊帶佢過嚟，我嗌佢嗌佢話嚟買你哋車，佢話等我哋嘅車快啲。你睇呢度咪有？嗯，你唔好放嗎？你好，先生。明白。等下先，只話換款先。没有放啊，因为镜头对到了，没有。连通咗系咪？得咗啦。嗯，好，好。然之後裝呢啲 IC 啦，呢啲 IC 冚佢落嚟，打啲膠俾佢，打啲石膠俾，打啲嗰啲造型膠，造型膠，然之後掹佢出嚟，再裝翻入去 ，OK。
因為等陣我哋查下呢啲接口啊，呢啲同埋換呢啲接口呢啲，同埋呢啲管啊呢啲。出去吧。全部用咩用啊？用曬噶啦，用到點咩咧？可以啊，唔好攞呢塊板啊！你就係鉗個 IC 出嚟得啦。就咁樣唔喐嘅。夾起嘅。好啦，咁啊，跟住可以再裝翻啦。對，移翻俾佢，慢慢移翻啱呢度。前後左右，移翻。作住隻板啊嘛，你唔作住張板點啊？哇！你咁樣咪揭曬咯？衰咗。咩衰咗？温度高一陣要掹咯。啲手勢摸啊！單陣佢會燒翻。攞個件啊！呢啲板唔襟玩呢啲板。唔會嘅，呢啲就係經驗嘅問題。我都拆咗兩次啦已經。你拆？唔係。呢啲動作都唔夠快，啲温度調高都一樣。我等你拍啫喎。放翻落去咧，放翻落下邊啊，放下邊拍就得啦，放翻呢度拍就得啦。二咗一個鼓咗。唔拍嗰度唔得啦。睇唔到嘅我哋。佢換下呢啲接口換唔換得到？咩接口？呢接口啊？咩接口換到啦？扣住個邊呢度換嘅接口，唔係如果你就係咁樣扣住呢度換得啦，咁樣扣住呢度個接口。
放翻落嚟先，放翻出嚟先，放喺台面。嚟，再打啲石膏佢，唔使打石膏嘅，叫唔嚟就走佢。啊？打石膏落去。你打嗰啲做唔到得啦。做唔到。嗯。打翻石好咯，唔好搞石。唔搞石咪打石膏。打啲石膏冇事。嗰啲龍門盤嗰度，嗯，得啦，唔該。龍門盤嗰度加啲，你講點啊？嗯，講點就夠啲。一放正之後放上去就穩陣啲。唔使嘅，你啲技術差啫。等等個腳仔夾佢就咪得啦，等等。嗰邊仲未落嘅係咪？落咗嘅。嚇？落咗嘅。嗰手靚啲啊，加翻石落去，後面。唔得。你慢慢移翻落去台面。移落台面。呀，再換下呢只 IC 得噶啦，呢種啊，呢只，呢只板睇嚟都硬好好地，嗰啲會壞蛋啊，用呢只啊，真呢只，先打啲石膏啊。先打啲打啲石石落去。啊？放石啊？石膏啊？放石膏先啊。嗯。你係放石膏，放石膏唔放石膏，放造雲膏得，唔好放咁多石膏，呢啲唔得嘅。唔好放石膏，放造雲膏得。我諗我就想唔放。一多咗佢就點啊？佢容易黐埋一齊。
两次。开车。咁你用嗰只放去度嗰个捏仔喐下佢。系啦，方向都搞错。冇所谓啦。点？翻个头。哥，睇嚟你好似啲协长咁嘅。换翻个点，我去咗啲戆居居。得唔得噶？唔啱位，啱嘅方言。得，嚟哥，你唔知人哋睇住做嘢系够嘅嘅喎。系我怯啲嗰人嚟话得。你有咁快啊？差唔多。樣樣地對準，到位了嗎？哎呀，對了，拿著玻璃台，要攞你身份證，又攞我身份證做咩？要攞嗰隻講，佢要攞車主嘅身份證。個個都攞我身份證㗎，今日咩情況嘅啫？